偶像现身眼前，数百名粉丝热情欢呼。韩星边用席今天上午抵达桃园机场，一现身，现场尖叫声不断。面对粉丝夹道欢迎，边用席大方比出爱心手势回应，又引起粉丝一阵欢呼。边用席特地不走 VIP 通道，为的就是要和大厅的粉丝见面，展现亲民作风。短短一段路程走了5分钟还走不完，过程不断停下向粉丝跟大家互动，可见边用席超级宠粉。有粉丝眼看偶像即将搭车离开，使出必杀技，拿出等身人形立牌背在身上，成功吸引边佑锡目光。韩星边佑锡出道7年，过去演出《大力女子》《江南顺》《青春记录》等戏剧，近期更演出热门韩剧《背着善仔跑》，人气暴涨，事业也跟着水涨船高。이런모습이었구나이때부터잘생긴것봐확웃고튀고싶다진짜剧中边佑锡所饰演的柳善宰是南韩超级明星，现实生活铁粉也不少。接下来边佑锡将在6月8号台大体育馆举行粉丝见面会，提前2天抵台，等于说粉丝将有机会在台湾街头或餐厅野生捕获他。边佑锡在台湾刮起一阵善宰旋风。三立新闻石明启、江俊伟桃园报道。